离了会，哪有拒绝自己客户的呀？你不想赚钱了？吸烟对身体不好，戒了吧。我知道不好，但我就是想抽。老子买烟的每一个客人，我都会劝一下，但结果都一样，没一个人听我的。我来你这儿的需求是为买包烟，你还说不卖，下次谁还来你这儿？哎，那我问你，吸烟对你有伤害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你看，烟盒上不是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吗？那我劝你别抽，是害你吗？你劝我别抽，是对我身体好，不受伤害。那我为你好，那你为什么说下次不来我这里买东西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为什么伤害你的，你反而会对他好，每天还来买他呢？是啊，我为什么要为一个伤害我的东西去买单呢？来来来。因为他知道你离不开他，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地伤害你。Shit on.